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金矿不够用了，你得多挖点矿。金矿不够了，金矿不足。BS 开比较能收鬼啊，可以啊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水但是那是对方出鬼的情况，对方有可能出别的东西。如果今天 VS 开遇到一个三 BB 疯狗一波，然后再打再开再那个再打营运的那种，我们需要就很痛苦。不是有一种人类很喜欢先那个吗？开个矿后先三 BB， 先打针 A 你一波再说。怎样？这么早来？是看不起我？金矿不够用了，你得多挖。啊 ，BS 线就很怕那个啊，很怕三 BB 的啊，很难守第一波啊。对方细节好，很容易上矿开不出来，不然就是被一波带走。啊，如果细节不好的，你搞不好一个定全家就赢。他怎么感觉要大招啊？站这个位置怎样？哎呦嗨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金矿不足，Cos在这游戏行不通。探测机受到攻击。哎，这样。我去。我是云。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。将荣耀献。有免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哇，他根本学我哎，好扯哦！阿多闹了，我会帮你，暂时先这样。虚空是冰冷的，每个我们你需要我的专业。虚空是冰冷的，好吧，为了决战。研发完成，渴望脱离世了。探测机在海域又打到你家了。金矿不足 ，Coast down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，很有趣。很说你的命，我是你。很死妈，能量不足。这是什么？虚空。你虚他可能死在家。难道你不觉得他有死在家的可能性吗？我是黑暗战灵是怎样？你们真的看得懂吗？魔洞逃了。你们看这个有没有击杀二？有没有看到？需要我的准备。荣耀是我。能量不足。
船更多，我们需要更多将荣耀，金矿不够了。需要水晶塔。一时苏醒，这只能放在蓝色。让敌人尝尝我们的愤怒。守身者永不屈服。挂网啊！